的佩戴哈，这里是有一个魔术贴，打开之后的话，打开就可以任我们的手看大小来进行贴上去固定位置就好了。那接下来的话，你会发现我手上戴了三个哈，那根据每个人的一个适应哈，也可以戴五个手指都可以戴的。那我选择的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操作的手指进行佩戴。还有的话就是每个人的手的大小不一样，有些人有手偏小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指套，指套的话套上指套之后再佩戴我们这个魔幻金刚指呢，它就不会容易掉下来。像我这样子的话手偏大人就不用戴就行，直接可以操作。那我们现在示范给大家示范操作，就是我们的一个面部，我们先开机哈。打开之后大家会看到有红外线光哈，红外线光的话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温度慢慢上升，可以帮助我们面部进行一个排毒的。那我们怎么进行操作我们面部，大家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那平时的话我们可以用一点我们的一个精华，可以先上到脸上去，上脸上去的话就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精华的一个吸收。那一般操作脸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可以根据顾客的一个皮肤进行一个提升，打圈都行，非常舒服，而且的话它有温温热热的感觉，它可以促进皮肤的一个循环，加强代谢，然后的话它有一个微电模式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紧致。那皮肤的话立马它提完之后的话就是有一个线条出来，美人线就立马就出来了，非常明显啊效果，而且的话是很舒服，对，非常舒服，这种感觉的话操作起来也非常舒适哈、那可以提一下，然后也可以提一下我们的一个针对有些人眼纹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多提一下我们的眼睛，可以淡化一下我们的黑眼圈色素这一些，那根据每个人皮肤的话进行一个加强就好了，多点帮他提升一下，我们美人线就出来了，皮肤可以紧致，也可以疏通我们皮肤，然后它因为它有温度的一个上来之后的话，它可以提亮我们皮肤，促进我们精华吸收之后的话，可以让我们肤色更加透亮，非常舒适哈。一张等完了。那接下来给大家示范就是我们魔幻金刚指如何在背部进行怎么样操作哈。那肯定呢我们可以先上一点点我们的一个润滑油啊，每个上一点点就行了哈，每个上一点点，然后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皮肤打开我们皮肤的一个通道哈。那首先我们先展油，展开油之后的话，它大家看到有没有看到红外线灯光哈，红外线灯光的话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一个皮肤促进血液循环的啊，非常舒服，它整一个感觉有点温温发热的，它这种模式就可以让我们在皮肤上的一个温度进行循环，加强我们皮肤的一个循环跟代谢。因为比我们手指操作的时候，我们手指操作的时候它是不会发热的嘛，也不会渗透到我们皮肤底层里面去嘛，操作我们魔幻金刚指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一个皮肤达到我们一个温度瞬间渗透到里面去啊，这是针对我们肩颈就可以加强了，你看加强一下我们肩颈，瞬间的话就可以软化，它还有一点微电模式，微电模式的话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底层的一些小气节啊，立马就可以进行打散了，是不是很舒服哦。而且的话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哈，你会发现它比我们手指摸到任何一个部位的话它都会比较到位一点点，渗透会更好一点点哈，你看也非常舒适舒服。我们魔幻金刚指的话它还可以针对我们不同部位进行一个加强，那例如有一些人大椎就有包块的哈，用我们魔幻金刚指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微电模式以及它有红外线哈，它可以立马让我们整一个气节软化，你看
这样子进行加强，加强我们这个包块大包块。那有一些人这大包块加强，因为通常很多人都会比较偏厚，以及整一个鼓包那样子。那我们用我们魔幻金刚指呢进行加强的话，它就立马就可以变平，你们看见很明显哈。那有一些人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肩颈会比较偏累的，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顾客的一个劳损程度进行局部的一个加强，用我们一个魔幻金刚指做一个局部加强的话，你看它渗透力非常的强，推完之后的话，整一个肩颈的一个形状的话立马就出来了，而且的话非常非常舒服，因为它的一个微电的一个感觉渗透到里面的话，对于我们的气节立马就可以发散掉了。你看很明显啊，整个肩颈的骨缝都已经出来了。然后我们针对身体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偏累的，有些人偏胖的，那我们可以针对加强哪个部位哈，就可以加强我们人体的一个膀胱经。膀胱经的话，这条疏通开它之后呢，它可以代谢，帮助我们的一个身体水分进行代谢掉。那我用我们的魔幻金刚指的话，它是渗透力更强，因为它有一个红外线灯，然后还有一个微电的一个渗透，慢慢的温度上来了，那我们的一个排泄水分代谢的话就会更加加速加快了，直接可以吸收了。你看推完之后的话，整一个背就会立马的话显得比较平，而且的话它的一些循环代谢也会更快。